恭敬的敬，没有这个字，你说今生要得什么样的成就也比较难。哦，那真的是有达标啊、哦，有到位。那当然，这个就是一翻两瞪眼。你有这样的情境啊、哦，你就一定有相对应的实质。那你人生中就开始提升，开始好转的到一个你的理想的情境啊、哦、位置。那这样子今生来就没有白来，否则呢，就是看了这个啊、哦，再看到听到的别人的处境或别人际遇所得，你会觉得为什么都是他不是我，是不是？那今天既然呢，我们超马的世界哦，讲的就是科学。科学里面呢，随着你的时间各方面的啊、哦、这些验证，看到的这些事实，那把这三个境如实的、很快的，真的在你的生命里面、身心里的洗礼，而变成你的东西。好、哦，你会发现，比如说不对劲，你就心想，我在第一个洗净的境啊。哦有没有做到位？做到了，好。下面一步啊，第二步啊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？有没有做到位？第三步是怎么样才能做到位？你很快的就会发现，相对应的到你的生活，因为这刻呢，你希望啊有这么样的一个提升，哎，这就叫做天人合一啊，开始互动、互振，啊，共振。你会发现呢，生命果然不一样，开始有了着落，哦，各方向呢都不像从前那样。那真的是这样子，哦，很多的事情你就会发现，以前怎么样的努力都不达标的，这一会儿，哦，你说是天地给你的礼物，哦，还是因为什么样的做法而得什么样的对应？无论如何，那都是天所赐，那都是天所赐，所以没得谈。那你如果又听得懂我今天在跟你讲的事情，你就知道一切把天放在第一位，那你跟天之间的互动就真的叫做源远流长了，很容易跟他共振了。那真的这样子的话，好，你有什么样的好平时啊，吉凶祸福，天地对你的这个疼爱更是有加，那久而久之呢，就变成吉人自有天相这成语啊，就在你的境界里面实现。那真能如此，人生嘛，一件事对了，两件事情对了，就慢慢累进，就会发现充实圆满的人生，竟然就在平时的身心灵正确的定位开始。而在超马的世界，就是这样子一步一脚。进一步一脚印的抓住幸福圆满，抓住永恒、哦、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的超马家人都能够如此，在身心灵上，在灵命、哦、的发展上，今生来世与否都有相当明确肯定的答案。